麻烦你先下车。好。这车跟你有仇？不是。那车油门跟我有仇。他一次脚下失足撞了他的豪车，留下签名和号码，走得不带一片云彩。不仅如此，还顺便牵走他未婚妻的名义。从此之后，他们两人被一纸契约束缚。我们来做个交易如何？交易？什么交易啊？现在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在3天之内赔我2500万的新车。第二，答应跟我合作，做我名义上的未婚妻。等一下，我脑子有点乱。宋清城认为，所谓契约，大概就是契机生乌龙，约定毁终生。当毫无交集的两人被命运绑在一起时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风，你想干什么？金城，你都当做我女朋友了，上床也是迟早的事儿。风，你混蛋，流氓，你禽兽不如！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禽兽！你别过来！风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！走狗，我站在门外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药是这个药吗？是不是很难受？是不是很想要这个？拿去啊，怎么不拿？宋倾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该跟我纪灵作对，你今天的下场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药我困了，要睡觉了。明明这段时间我们相处的都还不错，你的种种表现都在我心中暴露，对我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感觉，而我对你的关心也表现得明显。为什么当我试着直接面对彼此内心感情的时候，你却总是选择退步，连一点余地都不给我留？你这样尊贵的家庭，于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。新锐对我说，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为自己的幸福争取一次，哪怕没有结果，也不会遗憾终身。可惜，我连最起码去争取的筹码都没有，就注定只有遗憾。是漂流的寂寞，远远望着星月微光。It's the one that made for you。气氛也好，真爱也罢，人生漫长，活到最后谁又能料到谁是谁的谁？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。季正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看不懂，需要我解释？说好的签字离婚呢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不会写三个字？啊？哪三个字啊？季正廷。小说剧《99亿闪婚》，豪门总裁夜夜忙，作者花木，主要播音王希，君演讲故事。